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可可客栈，哈哈，旁边今天来大家谈客家的信仰，讲到客家人的信仰，就听到讲到移民一件事情。客家移民期也做得讲起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不过一个移民，这块是什么客家人，才做得尊荣独享的信仰哦。嗯，他经过这块是通知他们的时间，因为一个有一号母一号的画外小番薯，不说就请才来一个你六哈班呢，没移民枪六哈班呢，不说就没到他们民不聊生，气煞百姓也。天天就应气各种。猜猜谁谁抗议老革命事件？今日到疫情事件跟老百姓，你政府看来根本就是一群大逆不道的乱民呐、啊！还喊某师舔乡民搞什么民变？要得乱民，那都请贵政府头好大大。小镇要得乱民，不过无奈何台湾跟远区要力又不怎么给力。其他新界这个老百姓可能能叫一个军，只好自家挨起来，自家家人自家叫给舒服家人。政府看老百姓自己主动给保驾护航的举动，吃到几袋这件好棒棒，简直功不可没。听人的听人，这位朋友。就不要得反抗乱民的百姓，一个移民的称呼，百家叫等于十七义气啊！2021年，台湾最早的移民团体，就会伫主义军事开发前个时节，由平东地区的六队客家人组织起来的。虽然称作客家人，不过台湾早期大乱小乱混作堆，不但是客家人会退出政府评论，其他庄中人、前中人还有原住民朋友，都有机会退出政府做移民。不过一等人妹妹是把海涵这回做移民呢，很想要保护乡里呀。就在1895年，日本人就来台湾的时间，不同新加坡人的抗议，就是一种爱护乡里、保庇家人的行为。除了想保庇家人以外，还有当地移民想去移民适应恩怨，也可以出群结婚，才会组团刷副本的。所以原住人反抗政府，都也可以机不可失，加个来做移民。老原住人是想想很独好听听，还看不是讲做移民有当地好处，不但想不用服劳役，往来台湾海峡还做的有油费，第二件白价。政府官员还会扮变样，说你好棒棒，左边砍仇人，右边拿匾额，简直是猛拉减塞口，一击两。一举两得啊！除此以外，还有的移民还会用移民给缅后，实际上还抵给别人烧杀掳掠的乌合之众啊！基本比反抗政府给乱民还乱民呢、啊。故说移民也给乱民，其实恰恰还没反抗政府给混乱名词，有可能给别人给乱民，提供一种移民完全没退票，没人可以用偷的，没人可以用运气。就算按呢，伫各种台湾都伫位西南嘅移民朋友，政府老民众还能会靠去经验得到嘅移民没有？天天呢就变做台湾嘅移民信仰嘞。嗯，今日唔做搭啥都做变做移民，佮做乜嘅也抢有客家人嘅办移民咯、哦，哈哈，也就老秦国政府嘅保守有关系呢。都在爱对抗势力动态，又独家反抗政府嘅好容易，都要爱老客家人行开强地位啊。对客家人来讲，世界上对好容易没人要死，只有老政府起落强下，就跟移民这些联盟，才做得可保出群嘅利益。因为过去客家人就讲移民系自家嘅信仰，所以好容易嘅移民庙天天有无强富位，都见不厌。乡村都被讲移民庙天天，客家人嘅移民庙先系偏铺台湾东南西北，唔过可以连上祭祀，也可以分享见庙，都见还能强富提升啦。今日过来讲两下，会较了解客家移民信仰的由来。今日嘅信仰，你全球勉强有台湾嘅客家人才有。虽然你广义来讲移民，不过因为台湾南北历史背景无同样，是在本地同样嘅客家移民信仰。你北部很多移民呀，都南部很多中央国，都凸显了客家文化嘅丰富多元呐。客家文化是唔单只系宗教信仰，听听咯，嘅客家都带有乜嘅偏远嘅故事咯。客客客栈，哈哈，好甜，喊一百再来讲了，拜拜。哦，长知识啦！原来移民一开始不是客家人独有的信仰呢。对啊，而且台湾还有南中永公北移民这样不同的称呼哦。太酷啦！不同的地方发展出因地制宜的信仰，简直是八嘎囧，就是义气啊！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呦，就是八嘎囧等于死七，死七就是义气嘛，你都不懂。你是说八嘎囧等于义气吗？哎呀，对啦，八嘎囧等于义气啦！你先把话练清楚再说吧，屁孩。